这也能盖到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这个人的博弈我没看懂，厉害，只能说他厉害，别的说不出来。 我意识不太稳，这是个莽夫，不下班，可我在那边一直抽刀。 这刀都没中。
他的呢？鸡，我人跟丢了。这就难受了。哎，完了，他能打到我吗？本来挺好节奏的。全靠钢筋。
好刷。不然这家伙我都得秒掉了。
哈哈哈哈哈哈
哇塞，这个移动速度离谱。
适合打，那有个技，有个飞轮，念的也没收益。本来咒术60秒之前就死，一个飞轮让到火，你看，前波扔的吧。一号机有人，先知。他应该是带钢筋的吧，双弹的，没有钢筋。哇，你这什么走位啊？克的是喜欢带钢筋的。我给你揍，来。直接杀咒术。
没搏命的佣兵，保活咒术，我有金针。保不活吧，保不活就没了。不要飞。他的少女。